早晚要干嘛？开店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lly， 我是安琪拉。今天我们来开各国炒泡面十选。这些泡面呢，大部分都是在超市买得到的，有越南的酷偶、日本的日清，还有台湾的台酒，连今年最新的新炒面都有哦。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啦。我们先来开碗装的。这次的杯装面有六款，有银多的印尼炒面，还有越南的酷尔咸蛋黄蟹风味面，以及两款浓心的碗熊炸酱面，辣味跟原味我们都买咯，跟日清的 UFO 地狱辣椒面，还有味丹素素给我干面铺赏乐水的面都已经煮好了。我自己最期待这个酷尔的咸蛋黄面，刚刚那个咸蛋黄粉倒下去的时候，哇，咸蛋黄味就出来了，厉害了它。然后碗熊拉面的鱼板超可爱的，真的，而且你在倒水进去的时候，那鱼板会慢慢浮起来，好可爱哦。开吃，我们先从左边吃到右边，从印尼开始。印尼是里面的酱最多的，它总共有五个酱料，它颜色很淡，很没有拌面的感觉。然后闻起来大多是油葱的味道，哎呀，我觉得好吃哎，还不错哎，它看起来是炒面里面负担感最轻的，因为颜色最淡。哎，这一款是平常摆在那边我不会特别买的，它酱那么多，粉那么多，会不会很咸？不会，整碗的主打就是他们的油葱味，爆炸香的。哎，我觉得这不愧是他们经典的口味哎。不过它的调味料就是比较多，有五种，所以不喜欢吃太咸太油的话呢，就可以跳过。接下来来吃酷哦，不知道咸蛋黄放在面条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我在看它面条有没有吸附很多咸蛋黄粉，其实它闻起来咸蛋黄味有一点点，可是没有到很重，比刚刚粉倒下去之前再淡一些。对，就吃进去我怎么有在吃披萨的感觉，那种南洋风的披萨，可它咸蛋黄味反而就没那么重了。对，是蟹味重，蟹味重就特别啦，会跟你平常吃那种大干面的感觉不一样。而且吃到后面呢，发现它还带有一点辣味，所以它整体吃起来就是淡淡的咸蛋黄味，然后很重的蟹味跟一点点微辣。好爱这个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这款我好喜欢。接下来是两款碗熊炸酱面，那大家可以看到辣味的跟原味的，辣味的颜色又再更淡了一点，因为我们刚刚误把它的粉包当成汤包 ，sorry， 所以就有倒出来一点点才会变这样。但我们还是来吃，真的没什么辣味。还是有啊，哦，有一点有哎、欸，所以代表它本来应该更辣的。那这种碗熊面呢，是乌龙面条，会更粗一点。我就喜欢这种粗一点的口感，这个好吃哎，我喜欢。哦，这有辣哦，有哦，我们酱了还这样子。再来是原味的，原味的就有炸酱的感觉了，你看黑噜噜。就是酱好吃，我觉得碗熊炸酱面的整体吃起来咸度呢比前面两款再低一些，但是酱的味道又够重。我觉得吃起来很难说出跟别款炸酱面不一样的地方，但是好吃的。我觉得它的卖点就是那个碗熊，就是那个碗熊，就是那个碗熊的鱼板。接下来来吃 UFO 地狱麻辣面。说真的，这款颜色看起来没有很辣，因为刚刚我在拌它的时候，我还闻它的那个酱。就闻起来不辣，对，真的没有什么辣的味道，反而有一种油味，对，莫名的油味，来吃吃看。啊，辣，有辣，这个叫地狱级可以。但我真的觉得 UFO 它的酱真的有一个味道，可是我觉得那个味道不是大众台湾人喜欢的，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，我也不喜欢哎，它就是够辣，可是真的还好，可以跳过。再来是下一个素素狗，素素狗感觉就很好吃，会让你一直素，然后把它移到这边，就可以到旁边去。哦，它那个 SO 酱的味道很重，很香。不愧是台湾的泡面，果然是台湾的泡面好吃，好好吃哦！它的酱来配饭也很好吃哎。你知道大家对崇洋媚外，觉得国外的比较好吃哎？没有哎，今天这样排下来，它第一名哎，以杯装面来讲。另外，它 SO 酱跟面条真的很搭，吃起来不会有油厚感，而且它还带一点微辣加分。再来就是它的面条，我觉得它面条也是不烂的那一种哎，好吃，我喜欢。六碗杯装泡面由左至右，五分给几分？3.5、3.3、4.2，味丹干面素素给我没试过，一定要素素看哦，素素看。接下来我们要开这种包装系列的，我们有找到这个八道的泡菜干拌面，这个是青阳辣椒炒马面，
以及旺旺的炒面是南洋风味的，还有大家最爱的台酒泡面，这个是三杯鸡口味的，最后还有今年才买得到的新炒面，它也有很可爱的鱼板哦，上面就写个新。面都已经煮好了，里面呢我最期待就是这个新炒面，最期待我就帮它放在最后面，所以我们赶快来吃，一样由左而右。第一个是旺旺的炒面，南洋风味，这个炒面跟刚刚那个印尼炒面，他们的包装调味料超级像，哎，人家拌完后颜色也很像，就没什么颜色，所以南洋风味的泡面应该都长这个样子，然后闻起来也都是油葱味，来看看哪一款比较厉害哈。我觉得台湾版的更好吃一点，我也是，我觉得台湾版的比较好吃哎。其实我觉得旺旺这款南洋跟刚刚那个印尼的，他们两个的味道是走同一个路径哦，只是它的油葱味又更突出更香，然后我觉得它咸度又再比刚刚的印尼炒面更低。对，但就是刚才已经吃过类似的，不会特别惊艳，可以想象到的味道。接下来是台酒的三杯鸡，那一定要说一下，台酒的三杯鸡在煮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酒香味就这样扑鼻而来，哎，非常香哎，台酒的每一款都很好吃。还没吃到雷的，嗯，好吃，酒香味超香，而且我还有一点点吃到九层塔的错觉，而且我觉得不咸耶，它的味道是那种淡淡的，不会让你觉得很重咸，醇厚香不咸。这个时候就想放一块鸡胸肉在上面耶，干面的缺点我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就是都没有那种肉块，对，因为汤面还会有那种肉块，干面真的目前都没有，现在超想吃三杯鸡的。再来进入到韩国的，我们现在吃这个火辣猫青阳辣椒炒马面。青阳辣椒上次的经验真的是非常辣，所以其实有点小害怕，不过它没有那种很呛辣的味道。对，闻起来真的不会很呛辣，真的。来看看吃下去是小猫咪还是火辣猫。要求哎，好辣哦，它很奇怪，它闻起来是没有辣味，可吃起来还超辣的，对，但真的好辣，它有辣到我的后脑勺。不过我个人觉得它偏咸一点，再搭配一些水煮蔬菜可以降低一些咸度，完美了。再来是这个八道的泡菜干拌面，我觉得火辣猫跟八道这两款泡面呢，煮完后你就立刻想加一片起司在上面，因为它煮完后是有点咯咯那种拌面，它上面呢就有细细碎碎的泡菜，其实它的泡菜给的量蛮多的哦。对，我要说的就是这个，虽然它细细碎碎但很多，它的辣酱是有点带甜的辣酱，一点点甜的那种辣酱，就它泡菜味搭配上那个甜酱，我整个吃起来是觉得哎，很融在一起的哦，很顺。对，我觉得八道这款很厉害的是，你虽然吃起来是辣辣甜甜的，但有带有一点泡菜的酸味，就是酸甜辣的感觉，好喜欢它，它是会让你一直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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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，因为又不太辣。最后来到今天的重头戏，新炒面。虽然呢，刚刚本来就知道它的鱼板是新，但是你倒出来的时候还是觉得哇塞，好可爱哦！真的哎，我真的觉得鱼板大加分了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吃干面已经很无聊了，你多一个这种鱼板就觉得有趣了。然后它颜色特别的辛辣，哎，来吃吃看。哎，它比一般辛拉面的面条还要细，更像炒面的感觉，而且听说蛮辣的。我刚刚还是忍不住所有的酱都加下去虽然是新炒面，但它跳脱了原本新拉面的味道，完全不知道它是新拉面加什么。我蛮喜欢它的新香料的味道，哎，对，我刚刚辣包辣酱是全部都加下去的，但我觉得很好吃，很 OK， 而且它真的是辣的，哎，可是我觉得好好吃哦，我觉得它很好吃，它的辣度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它的辣是有回甘的感觉。吃过新拉面就知道我要讲什么，你会找到新拉面的灵魂，对，你会找到它的灵魂的。我刚讲一讲就哇哦。然后我一定要强调它的鱼板，刚刚吃那个碗熊的鱼板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味道，但新拉面的鱼板真的有鱼板味，紧夹，真的，因为我一直以为鱼板是陪衬，但它的鱼板真的有鱼板味，对不对？鱼板味有出来，我觉得这很，它的巧思很强，好厉害耶，这个我喜欢。但这个新炒面呢，目前在台湾超市应该是买不太到的。我们的新炒面是 Fashion for Yes 这个店家提供的，有在买韩货的朋友们呢，一定知道他们家，因为他们家的韩货非常的骚，尤其是他们家的牛仔裤，我自己都囤了非常多件，还有更多其他的商品，其实我自己也有买，非常的厉害。其实我们全身上下有些单品都是他们家，只是我没说。对，当然 Fashion for Yes 除了衣服之外，现在也做一些选品系列，除了用品之外，当然还有食物，像新炒面，拜托新炒面一定要去试试看，秀出你的品。一定要试，这太厉害了。是啦，那回归正题，还是要来评分一下。
给分。包装系列从左至右五分给几分？3.5、3.5、4.5。喜欢辛拉面的不要错过新炒面，不要错过哦。总的来说，今天开箱了10款各国的炒泡面，发现干面真的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东西，因为它没有什么配料可以吃，也没有汤头可以喝。不过如果你吃到让你特别惊艳的，代表它真的有功夫所在。比如说素素狗，还有三杯鸡，跟这个8道的泡菜面，再来就是新炒面，太厉害了。这几款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，推荐给大家，宵夜好伙伴哦，好伙伴哦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炒泡面十选评比，喜欢佩佩记得给我们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最后 ，Facebook 也追踪下集要吃什么。那大家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包装系列从左至右五分给几分？3.5、3.5、4.5。喜欢辛拉面的不要错过新炒面。八。最后是什么？你知道吃药是不是？为什么好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搞坏？你先，没有，我们让他解释的机会。他说不定有一些用意的，是吗？要再一次吗 ？Of course 。好好的，而且我后面还念那么顺呢。